能够请委员能够去请问。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回去问马英九？面对请校语言幼稚，心腹列雷建案火苗再往上烧，传出心腹总裁陈庆南曾写信向总统马英九陈情，希望政府能帮忙解决贷款困难，才顺利让当时的一营等行库与心腹签订连带案。总统府是给行政院的，是。然后行政院再转给我们，他两个文都列密件了。大爆料有密件，但又说在2025年前密件内容不能公开。顾主委意有所指，忙带风向。不过行政院还没打算对马英九出手。行政院是一个正常的作业程序，在我们的报告里面，我们把它列出来，并不代表我们认定他有施压。已经得到许多卷证方面的一些资料，这些东西的完整性。已经足够让司法单位做进一步的司法侦查。赖内阁谨慎回应，不想被说清算前朝，但府方随后发表声明，先是澄清函转行政院是标准作业程序，但话锋一转，却主动揭露104年8月马政府在义营拨款前夕，确实曾密件移转庆父陈情案，主动证实顾立雄的说法。随后自清蔡政府上台后，庆父也曾一共来函4次，除了首次函转外，其余皆未处理回应，将五四陈情摊在阳光下，别马捧鹰，按住顾立雄一把，用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。一些指控啊，来攻击我，抹黑我。我对自己的清白非常有信心，觉得绝对啊经得起检验。面对近来庆父跟大巨蛋案，绿营磨刀霍霍，马英九自认清白，支持司法调查，让真相摊在阳光底下。谢崇威、阿公亚麦台报道。